印度最大企业之一塔塔集团前主席拉坦塔塔与世长辞，享年86岁。享年86岁，塔塔集团昨晚发文告宣布塔塔离世的消息。文告指出，塔塔是一名真实不凡的领袖，他的贡献不止形塑了塔塔集团，也塑造了印度的整体结构。印度总理莫迪也发文表示，塔塔是一名具有远见的商业领袖，拥有富同情心的灵魂，是一名非凡之人。塔塔担任主席期间，通过一连串高调收购，将塔塔集团推向世界舞台，是一名备受国际认可的商界翘楚。此外，塔塔集团也是印度最大企业之一，每年一年的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，折合大约4290亿令吉。